其实有很多人在问我说：“哎，你们火星熊到底是怎么组团的？然后为什么叫火星熊？那你们反正就认识吗？”其实我们原本是不认识的，一直到一年多前开始要筹备这张专辑跟组这个团体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才认识。那很好的来形容我们两个之间的歌呢，就是等一下这首就叫做《我们之间》。我们之间，对，我们先来听，等一下再来跟大家解释哦。Thank you.
我们之间，谢谢。